有人说定力比赛的终极测试是屎，但是我认为啊，定力比赛的终极测试应该是鲱鱼罐头。啊、哎，你，哎，我晕，我晕了，我晕。记住了、等一下，我先把方便面拿开，等会儿染上味儿了。这是我在抖音商城超值购入的康师傅泡面，泡面五包，监控才2块多。最近在抖音商城超值购有很多大力度福利补贴，专属通道我放评论区置顶了，或左滑进抖音商城点超值购频道，好逛还省不少，大牌正品五折起。定力比赛，预备，开始。